虽然你没猜中，但是宝贝也送给你了。嗯，思凤，你怎么出那么多汗啊？这样会着凉的，给你擦一擦啊。你在做什么？我在给你擦汗，思凤，你这样会着凉的。不是我说你啊，你也太不会照顾自己了，没有我你可怎么办啊？汗没了。思凤，这果干可甜了，我就这么一个自己都不舍得吃，专门留给你的，你尝尝。啊啊！楚玄静，你到底要干嘛？我在逗你开心，哄你啊，你别生气了好不好？你消消气嘛。思凤，好笑吗？思凤，你笑一个嘛，笑一笑，十年少。思凤，楚玄机可以了。不好笑吗？没关系，我还有。思凤，我来给你讲个笑话吧。你听好了啊。从前有一只凤凰想要涅槃，结果你猜怎么着？你听好了啊，它一不小心熟了。好不好笑，思凤？好不好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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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不好笑吗？我还有办法。思凤，你看，我的两个手里面有一只手里藏了一个宝贝，你猜一猜，你要猜对了，这个宝贝就给你。你猜这个对不对？你看，猜错了什么都没有。你有完没完？思凤。你别生气，虽然你猜错了，但是呢，我最看不惯我们家思凤生气了，所以虽然你没猜中，但是宝贝也送给你了。好看吗？以前六师兄哄人的时候都用这招，每次都成功了。我喜欢六师兄。敏言，你喜欢敏言？楚玄机，你听好了，我没有生什么气，你可以停止这些无聊的举动。思凤，你没生气吗？那你为什么这样？你为什么变得和以前不一样了呀？你不要我们这些朋友了吗？你讨厌我了吗？李子宫弟子本来就不该有什么朋友，也没有什么是值得喜欢和讨厌。思念很长，人会成长，会变得很正常，何必要纠缠于以前？不是的，思凤以前不是这样的，以前我们之间是有很多话可以聊，有很多事情可以分享，而且你也教会了我很多事情。思凤，你还跟我说过，你说遇见我是此生最幸运的事情。虽然那个时候我睡着了，但是我都有听到。那是年少莽撞，说话猛了，你不要放在心上，没有意义。有意义，以前的你，以前你说的话对我来说就是有意义。我不想和你之间有什么改变，我不想失去你，思凤。